在舞台上面说话的能力，因为我真的不太会讲法。讲法，法文呐、啊，讲法 ，Bonjour。来给我们的毛毛掌声，鼓励鼓励。马里马里马萨勒，提醒各位一下，在我们左手边为什么那么暗？我们左手边那个吧台呢，有卖我们大概在今年呢所出发的这个CD， 发出了出发，对，出发，出发的勇气的那个 CD， 好的，专辑，啊，今天呢。啊，非常的荣幸呢，能够入围我们的金鹰创作奖。好、啊，这个不是重点，对，还有这个不是重点、啊。我们其实呢，在前几天也入围了那个南方报所举办的这个，没关系啦，那讲一下，我突然忘记了，南方媒体没有，那个是最佳新人，算是华人音乐界里面。一个相当重大的一个奖项，它是评全球华人的一个比赛之类的东西。对，结果我们入围了啊，我们这是重点。所以呢，在将近3000张唱片里面选了5张最佳。那重点还没讲完，最佳这个重点就是我们入围的是最佳新人。啊、对，我已经40多岁的新人，怎么看这家伙老太像是的。干嘛重新开始不行？好的，所以说啊，今天大家机会来了，在我们左手边呢，这个有一个，为什么那么暗？没有，有了，有亮亮的地方呢，很和蔼的光芒，和蔼的光芒，有卖我们的这个专辑。如果你们觉得喜欢我们的创作呢，希望大家来我们的专辑前面给我们一点支持，好不好？大家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脱序演出，我喜欢。接下来这首歌曲不是我们的那个歌单的啦，反正生命就本来就有很多的那个变数嘛，辛苦一下大家。当初我写这首歌曲的时候，因为我真的还不会弹吉他，现在也不是很厉害啦，我只学了两个和弦这样子，然后就写了这首歌曲叫做 Hello。Sometimes I wonder why I have to face the world. Reach up my hands and no one's there. The dawn's too far ahead, but I see beside. I ran off my cigarettes and won't be.Someone comes to light on the fire to bring me back to yesterday. I know one day I'm gonna see the beautiful world I imagine, but how long I have to wait.The old station seems like a forgotten dream. Do I miss the train? Do I miss the cold? Why I feel so cold in the summertime? Ooh, summer.Anybody there?
这首歌我酗酒三年才写完，都过期了，都过期了。对，那我们是不是带来上个 set 最后一首歌曲呢？我们有两。